月19日何文娜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晒出了钻戒，并且还发长文宣布自己被求婚成功了，十分的激动和开心了。何文娜在文章中讲述了自己成功夺得奥运金牌的心路历程，讲述了自己收获感情的感悟，以及自己被求婚成功的惊喜。何文娜的未婚夫正是娱乐圈的人士了，是目前大热门《长安十二时辰》的总制片人梁朝。当天梁朝单膝跪地向何文娜求婚，现场欢呼不断，并且还送上了一大束玫瑰花和钻戒，可以说真和氛围真的是超感人了，网友们都被感动得一塌糊涂了。何文娜